我们缴税金啊！不要跟我吵，麻烦你晚辈。对，我没听咯，这是个。不要跟我吵，你不要跟我吵。我你晚辈，你走。你们警察，不要紧吗？不要跟我吵，好，这边那个受伤，不好意思哦。我的路行啊，我袂使行，我纳税金是爱袂使行，你甲我讲一个道理出来。你认真规定的吗？你找个理由跟我讲。 那个路是不是我们缴税金，我们的路？你跟我讲一个道理，为什么还袂使行？你讲会出道理，我听你的。你如果讲不出道理，那么你就是阿爸项目。你跟我讲道理嘛？对不？你跟我讲道理，想要还袂使过？你跟我讲一个道理。如果说总统，那边是四楼山那边吗？你如果说总统，那边是四楼山那边去，我们是到那边去耶。不知道了，我是贵乡，我不是贵乡呢。 叫你的主管来，我今天进入跟你讲，今天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有人我从这边进来，被插打个插几下卡乌诶，什么世界？我们不是要走到里面去嘞，我们是要去参加这边的嘞。你这个路挡住，挡住意思啊？不意思啊，你唯一边，袂使唯一边啊。不是，你叫他来嘛。你要走，陪你走，我们陪你走。我不走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 我们要走，我们要。大大，从这边过去。我们要大大，从这边过去。哪里什么台湾？台湾的土地我们不能走。人渣证，真的是人渣证。人渣证，我两家，我爸爸警察，不要做他们的工具啊！狗屎，那个是一群狗屎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指教。啊，他来见过贵，乖乖起来，那贵标标。贵标标，标标。台湾的，台湾的。新飞机嘛，他们到处在飞啊啦，都没有困难。你是看什么？哦，那个还有亏啊，什么？你亏啊，什么？你是啊，今年的厝拢袂行，今年做饭，今年结冰，啊，一条路尔，给你冻啊，你。哎呀，都关起来啊。 行到这边去，赶紧起来，迄个东东往起来啦。